最后才做的，还没做。以前我们考古发现的这个权杖啊，就是以石质为主，个别的是铜制的，就是金制的这个权杖头呢，目前来看我们掌握的资料是第一次发现。这些个直接和瑞有关的这个青铜铭文，通过这些铭文呢，我们可以推测这些个墓主人呢，应该就是瑞公或者是瑞太子。我觉得只有通过考古呢，更加能够提供实证资料，对于这一时期这个区域的历史研究呢，都有很大的帮助。